接下来呀，跟着乐乐老师，我们共同的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二道小题。注意了，第二道小题一共有三道题构成，请我们小朋友先自己独立的试试看这第一小问，后面两个小问呢，咱们先不着急放一放，好不好？嗯，第一小问啊，把六拆成几个自然数相加的形式零除外，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拆分方法？就是再让你去拆数，而且题目当中也没有规定要拆成几个数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按照我们上一道题目刚讲过的，咱们先要干嘛？先分类，对吗？ OK， 那这一道小题宝贝们暂停视频键，交给你了。怎么样，做完了没有？嗯，真厉害啊。好了，乐乐老师已经看到了，有一些同学写的特别的漂亮，先把那个类分好，对不对？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一直到几个呀？一直就到六个，没错吧？哎呦，不小心看到还有一些同学写了七个，哦天哪！好，来吧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赶紧来看一下，来，准备，思路分析，先搞清楚要拆六，对不对？好，拆成几个数啊？题目当中没有说，所以要把类别分好。第三个，拆成怎样的数？好了，题目当中也没有规定，那就是自然数了。来，准备，先看第一小问。好，第一小问在做的时候呀，跟着乐乐老师，我们共同的来思考一下，我们准备吧。先想把六拆成两个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赶紧来写一写看啊。准备，因为六又不是很大，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样的顺序呢？那就是由小到大的顺序，对吗？ 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准备，首先我们小朋友要先把类别分好，两个，对吗？哎，后面的咱们慢慢的去写。好啦，六等于，准备吧，赶紧告诉我，应该是一加五，对吧？ OK， 再往下来，咱走着，六可以分成二加四，再简单不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，六可以分成三加三，没问题吧？允许你有双胞胎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现在这两个啊，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拆完了？嗯，接下来我们该想什么？该想呀，把六分成三个数。来，准备，六等于，先写写看啊。老师讲了，特别的重要，脑子里面先想，一加几等于六呢？一加五等于六，所以接下来呀，我们的任务该要来拆一拆这个五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前面是一，我先想一加四，没错吧？哎，再往下走，请问这五拆完了吗？没拆完，继续去拆呀。一加上，来吧，二加三，没错吧？ OK， 那好了，有一些同学说，老师我想完了，我赶紧想一想该拆四个了。哎呀，别着急呢，咱们刚才想的是一当老大的时候，对吗？想完一，同学们留个神儿吧，该想谁了？哎呦，你别把二给忘了，该想二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二加几等于六呢？二加四等于六。注意了啊，我们的顺序是由小到大，而前面已经是二了，那接下来我要先想谁？当然要先想二，好不好？嗯，二加二，没错吧？再往下还有吗？没了。 OK， 继续，下面我们该想把六拆成四个数了，对吧？好，我写一写啊，准备，六等于，小朋友们赶紧告诉我先想谁？当然先想一啦，六等于一加一，先写好它啊。好，现在这是二加四等于六，所以我这个地方先把四写好，好吗？
下面赶紧来想一想，该猜四了，对吧？好，先想谁？一加三，真棒。再想谁？二加二，来吧，赶紧写一写。注意了，四还没有拆完，继续去拆呢。二加二，对吗？嗯，好，宝贝们，咱们再往下注意了。哎，想完这个，按理说该想谁了呀？哦，该想一加二了，对吧？但是啊，我们经过尝试，后边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到此为止了，对吧？因为老师讲了，顺序出错了，肯定会有重复的。而且我们小朋友要记住了，你看呀，咱们在拆的时候，每一个数它都是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，对不对？注意了，每一个算式当中仍然也是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。好啦，我们下面该想谁了？哦，该想把六拆成五个数的了，对吧？好，这五个的应该特别的容易，怎么办？哦，前面是一，后面是二了，对不对？来写一写啊，一加一加一，然后怎么办？很好，加一，再加个几呀？非常好，再加个二吧，对吗？那这个就是把六拆成五个数了，对吧？好，还有没有？当然有了，还有一个最最简单的，哎呀，根本就不用动脑子去思考的，把六该拆成哎六个数了。六等于什么？非常好，一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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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再加个一，也就是六个一相加的形式。完啦，搞定了。老师说了，我们小朋友要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，你最后别忘了怎么样啊？咱们把它数出来，告诉人家我们一共拆了几种呢？来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非常好。所以本题当中我知道了，哦，应该共十种拆分的方法。怎么样，电脑前聪明的你，这道小题做对了吗？ OK， 那接下来跟着乐乐老师共同的来看一下咱们电子版的解答过程。哎呀，这个字儿要比我写的漂亮的多啊。来，请看这里，看得更清楚啊。好，一般的情况下呀，我们的顺序那就是由小到大。来，把六拆成两个数，一加五，二加四，在这儿还有一个三加三呢。再往下，这是三个的，对吧？拆的时候头脑特清楚，把它转化成两个的形式。再往下，准备了四个的，嗯，好。再往下，注意了，哎，怎么办呀？哦，这个地方当然是五个的，继续，下面六个的，对吧？好啦，综上所述，一共会有十种方法。第一小问，咱们很快就将它搞定了。再接再厉，赶紧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小问吧。来，第二小问，哎呀，乍一看，有一些同学会想，哎，乐乐老师，你怎么出了这三个一样的问题呀？仔细一看，请问这三个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吗？不是的，很好。你看呀，在这儿，乐乐老师啊，可用红笔把它标出来了。那么电脑前聪明的小朋友，不妨呢，也在你的讲义上将这几个红色的字儿给它圈起来，非常的好啊。准备，把六拆成几个不完全相同的自然数相加的形式，零除外，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拆分方法呢？哎，我们刚才已经拆过了，请看这里。哎，我先把刚才的给大家弄出来啊。好，注意了，这是我们刚才拆的，对吧？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。那么本题怎么说的？不完全相同。同学们，能不能迅速的告诉乐乐老师，这五个字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不完全相同？有些同学说，老师，那就是有不一样的。嗯，还有些同学说，哎，老师，那就是谁跟谁都不一样。注意啦，不完全相同，可能你现在呀解释起来有一点点困难，对吧？但是啊，乐乐老师知道，我们有很多小朋友都明白它的含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现在呀把这个难度给你降低一点，准备，我要把这不字啊给你捂上。请问什么叫做完全相同，你会不会？完全相同大家应该都能够给它说出来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完全相同？
就是谁跟谁长得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很好，注意了，那现在人家说了不完全相同，我就清楚了，就是把这里面那些完全相同的给它取掉，剩下的就是不完全相同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 OK， 来吧，我们赶紧来试一试，刚才这是我们拆的，对吧？咱们现在呀，就在原来的这个题目的基础上来去掉一些算式，准备，不完全相同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哎呦天哪，六等于三加三，要不要？不要，非常好，去掉。 OK， 还有没有呢？有啊，六等于什么？找一找，哦，在这儿呢，六等于三个二相加，这叫完全相同，给它去掉。还有没有？当然有，在哪儿呢？最后一个，注意了，这个叫做完全相同。所以呀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这三个删掉以后，那么最后才是这一道题的结论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一共会有几种呢？十减掉三应该会有七种拆分方法。怎么样，同学们，这一道题你做对了吗？这七种拆分方法就是我上面打的这些算式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这一道小题啊，乐乐老师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来吧。不完全相同，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咱们只需要怎么样，只需要把那完全相同的去掉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本题当中共七种方法，来，再接再厉，还有一道小题呢，请看下面的一个。这个我觉得呀，大家再解释起来应该不成问题，赶紧先把这五个字圈起来，把六拆成几个完全不相同，注意了，五个字先给它圈起来。什么叫完全不相同啊？哎呀，这个意思就是，来，宝贝们试着说一说，什么叫做完全不相同？哎呦，真好，有些同学说了，老师，这完全不相同就是说谁跟谁长得都不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，那么我们赶紧来找一找，实际上在刚才的这十个式子当中，宝贝们赶紧找一找啊，首先满足题目要求的赶紧告诉我是谁，非常好，一加五吧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准备，每个数都是不相同的，除了有一加五还有谁？旁边那个就是吧，大声告诉我，二加四，很好，再往下还有不？有吧，来赶紧找一找，还有没有？有的，那就是六等于一加二加三。注意了，这个你要清楚啊。完了，后面还有没有了？没了。所以啊，这一道小题满足题目要求的应该会有三种方法。这道题目非常的精彩，希望我们小朋友一定要自己独立的将它完成。怎么样，宝贝们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这一道小题你做对了吗？